行了行了行了，脱下来，给你这个穿裤子，这次给你买的你的码，这个肥，这个应该能穿。每次让你少吃点，非吃那么多，吃那么多啥都买来之后都穿不上，穿一个腿上去了。这不好看，不合适我呀，穿不下去了。这个腿你没穿。给你穿吧，我穿太不合适了。就每次给你买衣服都给我穿吧，给我穿我直接买我自己衣服得了。跟你结婚那么多年，我省吃俭用，自己都舍不得穿衣服。每次给你买的都给我穿，每次都捡你衣服。来，我试试。哎妈呀，你穿着合适，你穿好看。好看吗？真的？真好看，你再化个妆，你就是女神了。那我化个妆。我说出来都不怕你们笑话，真的，这么多年我都没买过衣服，每次都捡我老公不要的衣服穿。现在我来化个妆，看看这次捡的这个衣服好不好看，该给皮肤补补水，再来用上我这款不用定妆可以自动定妆的粉底液，看一下这个流动性。用一个这样试过水的粉扑，给它这样均匀的拍打开。上妆慢的姐妹啊，咱就这样半张脸去拍啊。用它之前呢，只需要去用个水乳就可以了，不用隔离，不用防晒了，水乳完全吸收，脸上干干爽爽的时候啊，就可以去上这款粉底液了。用它之后呢，也不需要咱们用定妆粉，也不需要咱们去用定妆喷雾了，你给它2到3分钟一个时间呀，它就可以做到自动定妆了。我是暗黄的皮肤，我用的自然色，如果时间你都说你白的姐妹啊，你就去拍那个深蓝色的。看一下这边是用过的，这边是没有用的啊。如果说咱想要快一点让它自动定妆呢，你就像我这样拿个小风扇去给它吹一吹，它自动定妆成膜后呀，是属于那种半雾面哑光的状态，用手摸着干爽不黏腻的时候，它就自动定妆了。看一下，不用任何的定妆产品，它也不会沾你的黑色衣服，防水防汗的效果也特别好。夏天咱们爱出汗爱脱妆的姐妹啊，你就更得去用它了。如果说出汗出油了呢，你就像我这样拿个纸巾给它及时按压掉，垂直按压啊。看一下，纸巾上是只有水，没有任何一点的粉底，并且你的底妆丝毫没有破坏。你的粉底打完之后是不是都敢碰脸啊？这款真的超级的扒脸，看一下。上粉底之前一定要记住，水乳一定是完全吸收，脸上是干干爽爽的。拍一下呢，给你们送体验妆，所以说你们放心去拍。这款粉底啊，它是主打持妆，可以让你一天不脱妆，但遮瑕效果呢只有7-8成这个样子。如果说咱们瑕疵非常重的姐妹啊，你就单门搭配一个遮瑕的产品去用。如果说咱们日常一个瑕疵的话，都可以给你遮个七七八八的啊。打好底之后，现在咱们来画个彩妆。我老公真是没福气，多好看的衣服呀，每次给他买衣服都不是挑这就是挑那。看一下，这是我完全化好妆的样子，没开任何一点点的美颜滤镜磨皮啊。一定要去试一下这款粉底液，它真的超级的好用，重点是它一天不脱妆，一定要按照视频里我教你方法去用，你真的会爱上它的，完全不会踩雷。来，这是室外一个阳台的一个光线哈，看一下，这样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社交距离。来，近距离看一下，现实中这个距离都亲上去的啊，毛孔上也都能看到的，没开任何一点点的美颜滤镜磨皮，你就现实中谁怕那么近去看你，是不是？这样咱们正常一个社交距离。